哟，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Terry。今天我们继续 MT 模式无敌乔丹的实战。买这张乔丹，倾尽了我所有的 MT。这次卡包里乔丹的模型肯定不如魔术师的，但是投篮包肯定要比无敌魔术师好，卡也一定比魔术师保值。我们先来试一试，不好用就卖了，换魔术师。这次卡包里还有这个妖人老波尔，身高7尺7，打小前锋，还是个13岁就开始打 NBA 的狠人。2K 真他妈牛逼！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下乔丹的基本属性。总评99，可以打控卫和分卫，进攻99，防守99，身高6尺6，属性大部分都是99，背身勾手96，背身控制98，原地扣篮95，传球智商、传球准确性97，篮板97，力量97，投篮智商25。 2K 真他妈牛逼！名堂徽章65个，黄金徽章7个，四项防守倾向都是100。训练场里满热缺，模型还真小啊。库里备院三分球没绿，但是中了，还没绿，还中，绿了。乔丹绿不了就不像话了，还不绿，绿了，能不能连续绿一下？算了，兄弟们，我们直接来开始比赛吧。 OK， 我们开始搜索比赛。对手来了，这个对手一上来就要射一下，球是我的，直接给帮主，所有人拉开，对手直接守了一个联防啊，往里突一下，给老波尔三分球，好球。全场紧逼，补过去，就慢了半秒啊，往里坐，收缩了，传给杜兰特，三分球绿了，漂亮。他现在不敢守联防了，突进来了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帮主能被 AK 干扰到？靠！继续拉开单打，往里突，来了，兄弟，终于扣了一个。这个对手的技术不错，投篮也很准。慢慢来，又进来了，割扣 AK， 好球！贴住他，防守他的反击，跟住他，自己运丢了，交给帮主，停住，三分球，笨，这就是帮主。双方都换上替补了，还是守紧逼，男人最爱的防守，差一点。哎，我去，这个就知道肯定进了，他很会打。西蒙斯三分球，笨，西蒙斯也有。继续，不投三分球，要突篮下，他防不住西蒙斯。再防住一颗，贴住贴住，漂亮，成功的防守，出界了，靠！他还真会按投篮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还领先两分，他防不了西地。回拉三分球，西地绿了你，这就是西地。对手离开比赛了，也太快了。我们再搜一场比赛，刚才的对手觉得联防也不行，单防也防不了，直接强退了。 OK， 冲击12连胜，双方准备跳球，球是我的，还是给乔丹，拉开单打，又是一个联防，今天碰到的全是联防的对手啊。往里坐吧，等他收缩，收缩了，传出去三分球，哎，自己没投中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运球可以啊，还要闪我一下，真他妈够贱的。老波尔，老波尔往里坐，
给乔丹三分球，有了，让你再见。找乔丹，所有人拉开，乱鸡巴掏，直接掏，中投王来了，继续做他，给阿杜，阿杜绿了你，重新领先三分，这局不好打，跟过去，又中了，这个等级的对手投篮都很准，阿杜抢断了，给老博尔，魔型好大，造犯规成功，还是拉不开比分啊，继续往里做，给乔丹，再投个三分球，笨，牛逼，又漏人了，补过去，又是差半秒，靠，第一节还有五秒钟，先给阿杜过渡一下，给帮主，杀人诛心，牛逼，对手还有 1.9 秒，封盖一下，你不行兄弟，帮主开主宰了，抢断了，帮主的主动抢断，造犯规，球给帮主啊，又是联防，联防真讨厌，阿杜大空位三分球，哎我去，大空位不中啊，好防守一个，贴住他，补回去，成功的防守，继续往里做，他一收缩就有空位的机会，传给帮主，三分球，帮主绿了你，这个对手离开比赛了，兄弟们，他知道他的联防对我没有用，我能破了他的联防，兄弟们，我用乔丹打了几场比赛，我感觉模型小，突破起来不是很舒服，虽然投篮包确实好，而且防守也牛逼，但我大概率会把它换成魔术师，这就是本期视频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